兰宁里长邀柯文哲聚餐，静丽停喊动算。台北市中正区有九成里长都有国民党党籍，他们联谊会参会邀请市长柯文哲参加，没想到蓝营里长直接帮柯文哲高喊动算，甚至所有里长还跟他一起唱你是我的兄弟，而柯文哲似乎也很高兴，不但主动敬茶，还加码一首歌《我最在乎你》送给中正区里长。图 TVBS。颁奖用的粉红色西装还没脱，赶场跑盘。不过柯文哲要去的是深蓝的中正区里长联谊会，不但没被扫地出门，还受到热烈欢迎。这里九成以上里长都是国民党籍。中正区蓝营党籍里长比大安区还要多，联谊会长蓝的这位抢注拍照的是五敦一家中辖区的党籍里长。图 TVBS。 北市里长联谊会长陈木松，国民党籍，柯文哲，柯文哲，柯文哲，动算，动算，动算。中正区新营里长何国荣 VS 市长柯文哲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这下子明天要开除党籍，中国国民党的里长全部翻盘，挺柯文哲对不对？对。国民党里长全部翻盘，挺柯文哲。柯文哲感受热情，似乎也很高兴，主动拿起茶要敬大家，甚至送了他们这个礼物。台北市长柯文哲 VS 里长，唱一个你们都没听过的《我只在乎你》。图 TVBS。柯文哲心情好到连唱六首，国民党是党部解释，市长握有行政资源，不会为难基层里长，也不会开除党籍。北市里长联谊会长陈木松，国民党籍，因为柯P他跟我们相处已经三年多了，所以我们对他总是老板跟伙伴之间情谊。台北市长柯文哲 VS 记者，我们都把李长当作我们的周边神经，这算国民党里长都倒戈了吗？不要过度解读。不想让里长为难，可能就换兵手中尴尬。台北市长柯文哲 VS 中正区里长，因为你是我的兄弟。台北市中正区有九成里长都有国民党党籍，他们联谊会参会邀请市长柯文哲参加，没想到蓝营里长直接帮柯文哲高喊动算，甚至所有里长还跟他一起唱你是我的兄弟，而柯文哲似乎也很高兴，不但主动敬茶，还加码一首歌《我最在乎你》送给中正区里长。图 TVBS。 颁奖用的粉红色西装还没脱，赶场跑盘。不过柯文哲要去的是深蓝的中正区里长联谊会，不但没被扫地出门，还受到热烈欢迎，这里九成以上里长都是国民党籍。中正区蓝营党籍里长比大安区还要多，联谊会长蓝的这位抢注拍照的是五敦一家中辖区的党籍里长。
图 TVBS。北市里常联议会张陈木松，国民党籍，柯文哲，柯文哲，柯文哲，动算，动算，动算。中正区新营里长何国荣 VS 市长柯文哲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这下子明天要开除党籍，中国国民党的里长全部翻盘，挺柯文哲对不对？对。国民党里长全部翻盘挺柯文哲，柯文哲感受热情似乎也很高兴，主动拿起茶要敬大家，甚至送了他们这个礼物。台北市长柯文哲 VS 里长，唱一个你们都没听过的我只在乎你。图 TVBS。柯文哲心情好到连唱六首，国民党是党部解释市长握有行政资源，不会为难基层里长，也不会开除党籍。北市里常联议会张陈木松，国民党籍，因为柯P他跟我们相处已经3年多了，所以我们对他总是老板跟伙伴之间情谊。台北市长柯文哲 VS 记者，我们都把李长当作我们的周边神经，这算国民党里长都倒戈了吗？不要过度解读。不想让李长为难，可能就换兵手中尴尬。台北市长柯文哲 VS 中正区李长，因为你是我的兄弟。台北市中正区有90%里长都有国民党党籍，他们联议会参会邀请市长柯文哲参加，没想到蓝营里长直接帮柯文哲高喊动算，甚至所有里长还跟他一起唱你是我的兄弟，而柯文哲似乎也很高兴，不但主动敬茶，还加码一首歌我最在乎你送给中正区里长。图 TVBS。颁奖用的粉红色西装还没脱，赶场跑盘，不过柯文哲要去的是深蓝的中正区里长联谊会，不但没被扫地出门，还受到热烈欢迎，这里90%以上里长都是国民党籍。中正区蓝营党籍里长比大安区还要多，联谊会长蓝的这位抢注拍照的是五敦一家中辖区的党籍里长。图 TVBS。 北市里常联议会张陈木松，国民党籍，柯文哲，柯文哲，柯文哲，动算，动算，动算。中正区新营里长何国荣 VS 市长柯文哲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这下子明天要开除党籍，中国国民党的里长全部翻盘，挺柯文哲对不对？对。国民党里长全部翻盘挺柯文哲，柯文哲感受热情似乎也很高兴，主动拿起茶要敬大家，甚至送了他们这个礼物。台北市长柯文哲 VS 里长，唱一个你们都没听过的我只在乎你。图 TVBS。 柯文哲心情好到连唱六首，国民党是党部解释市长握有行政资源，不会为难基层里长，也不会开除党籍。
北市里常联议会张陈木松，国民党籍，因为柯 P 他跟我们相处已经3年多了，所以我们对他总是老板跟伙伴之间情谊。台北市长柯文哲 VS 记者，我们都把李长当作我们的周边神经，这算国民党里长都倒戈了吗？不要过度解读。不想让李长为难，可能就换兵手中尴尬。台北市长柯文哲 VS 中正区李长，因为你是我的兄弟。